这孩子怎么了？怎么连他最爱吃的回锅肉吃着都不香呢？儿子，怎么回事？没胃口吗？妈妈，我可不可以不吃？居然说他不饿，他吃了什么呀？是不是又在外面买零食吃了？可是我没有给他零花钱，怎么回事？妈妈，妈妈，可以不吃吗？不想吃，那就不吃了吧。耶！谢谢妈妈。诶，我想起来了。妈妈，我去上学了，我拿了5块钱去买文具哦。好的，我吃饭了，你去吧。这孩子肯定买文具的钱拿去买零食吃了。儿子，你告诉妈妈，你买的文具在哪里啊？在学校里。小孩子是不能说谎的哦，你肯定是买零食吃了吧？妈妈，我是真的不舒服，我头疼，肚子疼死了。真的发烧了。不好意思。